千万别不信，就这么一小支就能改善静脉曲张，腿疼腿麻不要再忍了。静脉曲张怎么会有人想着去按摩，连带着腿疼腿酸腿麻，居然还有人去贴膏药。静脉曲张走路发飘，不要再去忍了。静脉曲张调理好了，80岁啊都不显老。静脉曲张5年以上经久不愈的，我来教你一个方法，只要一顿饭钱。但是如果你因为便宜不敢相信，非得去花成千上万，那我也不拦着你，毕竟钱是你的又不是我的。在这里我想给静脉曲张的朋友3个提醒。第一，不要托人扛，一旦下肢酸麻胀痛痒，后悔就晚了。第二，血管凸起，静脉曲张是不会自愈的，不要拖拖拉拉不重视。第三，不要按摩，也不用民间偏方了，其实改善静脉曲张真的不难。静脉曲张越明显，代表血管损伤堵塞越严重，千万要引起重视，可不能再拖了。我现在呀，告诉你一个方法，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小蓝管，改善腿上布满红血丝青筋凸起。你是整个下肢疼痛、肿胀、麻木、瘙痒，还是下地痛、走路痛、站着痛，迈步沉重无力？睡前呢，对准曲张部位涂一涂，在家调理静脉曲张，也不用花冤枉钱，好不好用啊？你自己可以试一试。老板，我要来五盒静脉曲张小蓝管。五盒你用得完吗？我妈腿上红血丝、小蚯蚓都好久了，用不了这么多。麦氏康静脉曲张冷敷凝胶，内含草本精华，只需轻轻一抹，满满的精华成分直达静脉深层，呵护静脉血管，专为静脉曲张问题人群研发，麦氏康大品牌。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试试吧。